把你们最坚强、最顽强，啊，士气最高昂的一面展现出来，可以。对。你们完成了九周的专场集训，而且这个礼拜六天五夜不眠不休的柯南周训练当中，你通过了22个不同科目的检测，达到合格的标准。这个训练可以说是国军最艰难的训练之一，你们能够通过，应该引以为傲。不但是你个人不平凡的成就，也是展现了你对自己的责任、对家人的爱护。各位的成功代表两栖自由大队一个优良传统的延续。我在这边宣布，两栖征收专长综合考验周开始。学员们在训练用手榴弹及教官的嘶吼声中惊醒，拿起木桨前往集合场。经过冷水及苦茶洗礼，正式展开六天五夜综合考验周的训练。就在生理时钟最想睡的时刻，展开25公里长跑，也迅速累积肌群疲累感。1、2、3，小马先出来哦，加油，要推哦。背负25公斤重装，七人合力将146公斤的橡皮艇顶在头上。12公里的蜿蜒起伏山路，考验各艇兵之间默契及艇长的指挥能力。兄弟，忍耐，来再来。平潜必须潜入泳池底部底，一口气游完35公尺。而深潜则需垂直潜入6公尺深的海底，将训枪拾回才算合格。结合任务想定，穿梭在北寿山中，夜色昏暗，需尽速秘密通过，确保不被敌人发现。引服区整装待发，攻击命令下达，各艇依据计划响定完成目标突击与情资获取，奏功后迅速撤离。天堂路开始。综合考验周最后一关是全长50公尺的礁石道路，学员只要怕痛、退缩、动作不确实或服从性不佳者，教官立即喝令回去，重新来过，考验学员们的坚强意志与耐力。通过终点，从王指挥官手中接过最高荣誉的蛙人臂章，并由家属亲喂象征苦尽甘来的糖果，一切的苦都值得了。刚跑完天堂路，真的觉得很爽，六天没睡觉，就是为了今天这个。跑完之后得到这个。真的是内心的骄傲，很感动。哇！谢谢我的教官跟助教，一路上有他们陪着我这13周，让我可以完全蜕变成一个非常独立、非常负责任的人。
我们两个是专科同学，就从专科开始就讲好要一起来陆战队，一起来当蛙人。没想到我们就在今天把梦想成真了。很想做旁边的助教，觉得他们很残忍，可是没有他们的残忍，就没有这个骄傲的儿子。想法、思想，一切都改变很多，跟之前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很感动，就是也会很想流泪啊，但是为了他，还是要大声喊出来啊！我说加油。好痛哦，好像是我在爬，但是他爬完那一刻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又很开心，又很骄傲。我原来我的儿子这么的棒，以他为荣。谢谢大力姐，谢谢队，大力姐，他们战斗。